我连英语都可以，马来语都可以，华语英语都可以。那个配音，他是讲配音，因为我以后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东西用了还可以再用的，用了之后我们就把它放进那个又放进什么方式需要看都可以。然后英语的可以由他来讲，然后那个 narrative 的部分来讲。我说盘数里面是他讲的，就是 video 里面的盘数。就是说我们那个 video 拍的那个 video 之后啊，我回去再听一下。然后之后那个下面要用什么语言 narrative， 你要用 Arabic 都可以。你 get what I mean？